Jerry， 停车，等一下。干嘛？这些是我的银行卡，里面有100万，你给我离开兜兜。哼，100万就想收买我，你也太小看我杰瑞了。啊，100万？富帅同学，你把卡给我，我自己离开他。啊，兜兜，不要啊！不行，一定要杰瑞心甘情愿离开你。哼，我跟兜兜是真爱，死也不会离开他的，更何况你这100万。我说错了，我是说这些卡里每张都有100万。啊，每张100万，30张卡，那就是3000万。有句话叫爱到最深就是放手。好吧好吧，我就答应你离开兜兜。啊，你干嘛打我？我只说这些卡里有钱，可没说要给你啊。我这么做就是为了让兜兜看清你的真实面目。看到了吧，兜兜，杰瑞其实是这样的人，他根本不爱你。杰瑞哥哥，我真没想到，原来你居然……离开他吧，兜兜，只有我才能给你幸福。哼，要你管！哈哈哈，富帅同学，想不到吧？我兜兜早就知道这是你设的骗局，想故意拆散我们俩，做梦！啊，